2022年，北京迎来冬奥盛会，场馆建设、赛事交通、能源保障、运动装备、科技助力，打造绿色冬奥。创新进行时，邀您共赏科技冬奥会。冰壶是冬奥会比赛项目中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赛事之一。运动员从起点推出冰壶后，依靠同伴在前方快速刷动冰刷，帮助冰壶停在得分圆区，或将其他冰壶撞离，颇有中国围棋排兵布阵的精妙，因此也被称为冰上围棋，比赛极具观赏性。2022年，北京迎来冬奥盛会。北京冬奥会的冰壶比赛却没有新建场馆，而是在我们熟悉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。一个水上项目的场馆怎么承办冰壶比赛呢？原来，为全面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办奥理念，本届冬奥会改造了一批2008年夏季奥运会场馆为冬奥会所用。水立方也经历了一场神奇变身，从游泳馆变成冰壶场馆。但是这个极富创意的想法要实现，难度极大。一个游泳，一个冰壶，对赛场的要求完全不同。究竟怎么才能实现水立方向冰立方的转变呢？工程人员在泄水清空的池底搭建钢架，依次铺上预制板、防水、防潮等7层，然后在上面安装制冰管。制冰管里循环流动着-18摄氏度的再冷剂，在它的上面浇水，冻水成冰，形成冰壶赛道。我们来到建设现场，看看水立方到底怎么转变成冰立方。咱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，实际上就是2008年那个夏季奥运会的泳池了。啊，这下面就是池子。对，下面已经是泳池了，因为我们那个泳池里已经搭建好的平台上，工程师们正在铺设制冰管。这白色细管就是制冰管。直径仅为2厘米，用它来回铺满赛道，需要34千米，能绕水立方外墙50圈。场边的这组黑色粗管是输送再冷剂的主通道，一旦阀门打开，再冷剂将在1个小时内充满赛道，从而迅速降温。来回铺设的制冰管并不是随意连接到主管上，一进一出，形成回路。
粉色的。它这里面代表的就是说这个是它的供水管，然后它相应的旁边这个右手边的就是它的回水管。工程师用颜色标记，十天后，长达34千米的582道制冰管准确无误地铺设接驳好了，终于迎来最为关键的工序——浇水制冰。按冰立方可拆装的设计，冰面厚度为8厘米。那是不是浇够8厘米的水，把制冷管淹没，让它慢慢冰冻成型呢？并不能。看似简单的浇水，其实大有门道。制冰师正在浇水，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很有意思，他每一趟浇水的动作步伐甚至转身都像机器一样标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如果在赛道上走动的时快时慢，容易造成积水，冰面冻结，厚薄不一。因此看似闲散的从一侧走到另一侧，其实它用时精准控制在30秒，每一趟步数步伐的长短都固定一致。浇在制冰管上的水不断被管内-18摄氏度的再冷剂吸收热量，迅速冷冻。在制冰师面前，浇过的水面10分钟就会凝结成冰。因此赛道冰层虽然只有薄薄8厘米，却要反复浇40-50层才能最终制成，最薄时一层只有1毫米。冰面长50米，大概需要来回70趟才能把整个冰面浇完一遍。但是浇完一遍就能马上浇第二遍吗？也不行。每浇完一层，工程师还需要耐心等待。4个小时，前一次浇的冰面才能完全定型。4个小时后，制冰师再次走上赛道，开始第二次浇水。8厘米的冰历时1周才层层冰冻成型。但对水立方的改造而言，挑战仍未结束。制好的冰面如何保证整个赛季不化，是工程师的另一挑战。 U 型的赛道冰面哪怕存在1毫米的平整偏差，都会改变冰壶滑行的轨迹，影响比赛结果。如果场馆内温度过高，导致冰面融化，比赛更不可能正常进行了。但是水立方的场馆环境恰恰很容易产生高温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面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啊。这真是第一次以这个角度来看整个水立方的一个结构啊。这马道都是我们将来的体育照明的专用。我们跟随工程师特地爬上了30米高的水立方顶层。我这个灯有什么独特的地方？顶上有一组正在施工的工程师，个个满头大汗。我不知道您什么感觉，我就有点热。
现在这儿的温度是比较高，我看你脸都红了。将近40度，夏天这上面有40度。对，夏天的时候这有60度，最高的时候温度有60度。原来水立方不同于其他混凝土建筑，整个外观以薄膜覆盖，看上去美观，透光性能良好，但同时顶上薄膜也是吸热高手。高温不仅对现场的工程师是个考验，最严重时甚至会导致30米下的冰层融化。精心浇的冰面究竟如何才能保持始终不化呢？其实一旦赛道建成，制冷管理循环流动着-18摄氏度的再冷剂，能够保证冰面始终保持-8.5摄氏度的温度。但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，一场冰壶比赛大约耗时2.5小时，如果整个场馆始终保持-8.5摄氏度的低温，虽然能够保证冰面不化，但对观众来说可能需要在瑟瑟发抖中观看整场比赛了。因此水立方作为冰壶场馆运营时，有一套极为严苛的温控要求。赛道需要始终保持-8.5摄氏度，冰面上方1.5米控制在10摄氏度左右，而到了看台区，温度要求在16摄氏度至18摄氏度之间。要在同一个场馆里实现3种不同的温度，这听上去简直匪夷所思。究竟怎么才能做到呢？重新改造的新风系统能够通过看台区的出风口为观众量身打造16摄氏度至18摄氏度的舒适体感。制冰管理循环流动的再冷剂使冰面始终处于-8.5摄氏度低温的保障。但是这么近的两个区域，怎么才能让高低温度之间不互相影响呢？创新进行时，稍后继续。看台区和赛道四周预留的出风口，正是工程师的秘密武器。这两个地方送出来的干冷空气在场馆内形成了一堵看不见的气墙，将赛场分隔开来，能够阻隔不同温度之间的影响。赛时一边是看台上舒舒服服观看比赛的观众，水立方的改造涉及方方面面，除了赛道引人注目，顶上灯光的改造也是难点之一。改造后的水立方灯光非常酷炫，能够满足包括冰壶、冰球、跳水、花样游泳、游泳、高清转播和普通赛事转播在内不同模式的需求。为什么体育照明如此复杂，还需要设计这么多不同的模式呢？要求并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它比比如说跳水、花游所需要的灯光更多呢？你花滑是不需要集中在这个点去细微的去观察，而它要集中的细微去观察这个小小的冰壶的运动，是这样的，一直在追着这个球在做拍摄，是这样的。对，冰壶好像很细致，是的，是的，细到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冰点打的那个冰点，细到这种程度。
冰壶只有20厘米高，冰面上小小冰壶的运动轨迹和冰面的细节，自然对顶上灯光的要求更高。但是并不是光线越亮就能够让人看得更清楚。如果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赛场上不论是运动员还是冰壶，几乎效果能够尽量减少对观赛直播的干扰。除此之外，赛事照明绝对不能出现光源直射运动员、裁判和观众的情况，这一点很好理解。但冰上运动要求更为严苛，这面要求的灯源不能集中到一个点，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整个冰面的变化。您说集中到一个点是什么？就是所有的光聚到一起，集中这个点打到这个冰面上，冰面会对冰面温度造成影响，不准有这样的，就会化了是吗？对对对。聚焦的光源如果直射冰面，可能会导致冰层融化，这又该怎么办呢？它是一个万向节，相当于水平这个方向调整和左右方向调整，这是带角度编号的。哦，我可以看到，就这儿有一个非常精细的刻度啊。对对对，可以万向调整。通过上下左右的调节，水立方顶上每一盏灯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照射角度，能够避免直射冰面的情况。所以体育赛事照明其实是一件颇费心思的设计，比赛的背后有一套隐秘的灯光系统，在帮助大家看得更清楚更舒服。不到8个月的时间，这个曾经建设了水立方的团队完成了冰立方的惊艳变身。这是世界上首个架设在泳池上的冰壶赛道奥运场馆。这届冬奥会处处彰显着中国制造的创新底色。除了场馆建设，还有哪些创新科技在背后助力冬奥、保障赛事呢？创新践行时，稍后继续。成功举办一届赛事，除了交通能源、配套场馆，还有供运动员竞赛的运动装备、赛事服装等，这些重要的赛事保障又蕴藏了哪些创新科技？创新进行时，下期继续揭秘。